你们现在叫我是玲玲，欢迎到玲玲钢琴教室。今天呢，我要弹两首曲子，第一首叫做《山上的孩子》。三、二、一，来。叫做无名曲子，因为它没有名字。三、二、一，来。有人睡着，好，他起不来了。真的起不来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弹的是。希望影片记得订阅我们，每天晚上六点多更新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